过去人大家若讲到宜兰，拢比大埔翁来恶劣，因为宜兰予大家人感觉是足尊敬的所在，民主圣地。宜兰予感觉是台湾民主一路行来，宜兰拍前锋，做头前。宜兰予人大家人感觉两句话，第一句就是。反国民党，牺牲为台湾。第二句话就是环保清廉陈定南。这两句话，予台湾人建功到宜兰，比大埔翁来恶劣，充满着敬意，而且感觉拢强。但过去咱宜兰人伫上帝飞燕盖严的时，咱有过有新前辈，去予国民党走甲，安尼都爱流亡海外，连死过身都爱伫美国，我都倒来，安尼个过有新牺牲为台湾，过来有单局，安尼拍拼，安尼为着台湾民主大门要炮开，安尼予国民党起诉军事法庭，我着辩护律师。为一死刑，坐乌罗坐遐久，会单局宜兰查某囝，也不变的成局。安尼的宜兰查某囝，过来，你甲看林义雄，还佫较凄惨。国民党，你甲看安怎对付林义雄一家口啊？你看林义雄先生的老母，两个查某囝，双胞胎。安尼台，安尼的宜兰人为台湾民主一路行来，反国民党牺牲为台湾。过去的宜兰县长出门，虽然宜兰小县，但宜兰县长去到所有所在，行路有风，大家娱乐。陈定南、尤时坤、林崇贤，啊，这一路行来。宜兰县长即马说安尼，宜兰县的大家长选出来头人，出去外口代表宜兰县，是安尼头壳咧咧，一句话唔敢讲，跑给记者追。你来看到安尼的场面，宜兰乡亲啊，您做什么打算？你有啥感觉？咱拼一世人，台湾行入民主，宜兰说变作安尼，你有啥物感觉？我唔敢有任何一句批评，我唔敢任何不敬，但我要听宜兰人家己的声音。我相信全台湾嘛在看宜兰这摆票安怎投。唔那是全台湾在看宜兰，全世界嘛在看宜兰。各位，咱台湾是咱一代过一代四百年来，咱台湾。好不容易家己做主人，过去外来政权安怎甲咱抬，安怎甲咱逼？这张选票无简单呐、啊！今仔日一个台湾终于被世界看见，被世界肯定，被世界支持，被世界非常重视。因为好好的台湾两千三百万人，在蔡总统领导下，从小顾到老。从家里顾到学校，班班有冷气，生生用平板电脑，打这个搞，这三年我来，蔡总统这几两年，这咁简单呢？我安尼拼命拼日，我都感觉唔甘愿咯。国民党安尼浪费，安尼贪污，安尼凌迟台湾，今仔日蔡总统做遮好，敢那一个主权去予中国人糟蹋。军机绕台，军舰围台，飞弹打过来，无人机跑到金门来，安尼的台湾，全世界都看袂过。所以你看日本的前首相出来讲，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，就是美日同盟有事。你看美国总统拜登出来讲，讲啦，中国用兵打台湾，美国嘛出兵。你甲看英国的查某首相拄拄啊上位。
伊嘛讲，我们坚决跟盟友站在一起，确保台湾能够自我防卫。世界是安尼听台湾，啊，搁五十五天，台湾人家己要投票，台湾人你要徛伫什么立场？你看，伫咱这危险的时，全世界安尼听台湾，但中国国民党伊专美政府、专美蔡总统派团去中国个阿丘，去中国唔知个讲啥话。各位啊，即个中国国民党，你票投会落？即个国民党，你甲支持？即个国民党，你可以继续会当代表台湾的声音，全世界会全看到看无去，全世界会戆去，全世界拢在看，看过五十五天后，台湾人要投票，宜兰人要投票，全世界在看台湾，全台湾在看宜兰。宜兰要讲做民主圣地，圣地投票很快，声音很快。宜兰人做一世人的民主圣地，真敢要搁担当得起？我相信宜兰人有志气，唔通甲咱坐伫遮，自己只家己讲家己听。好好啊，这五十五天，无人看到宜兰人安怎投票。民进党提名江聪明，伊定少年。头一摆选议员，我就来。迄当时，我就足清楚，江聪明真拍拼，伊歹命囝，足辛苦，但经过民意一届过一届，安尼两届议员，两届市长，即拢经过民意安尼的检查，也无像人安尼贪污出代志，安尼的江聪明。民进党提名，祈求予大家比较看嘛，看民进党，看江聪明，看台湾。我想讲，如果宜兰人第一摆投票，那大家较认真，倒给我事实好势。我相信宜兰该当改变了，宜兰该当投水，投台湾人看，台湾该当投世界看，安尼。咱的台湾人较有资格做家己的主人，安尼咱的台湾人才会当伫全世界红起大富翁来娱乐，安尼咱的台湾才会安全。各位，过五十五天，好啊时刻，予江聪明当选，予咱的立委提名全雷达，永定市长全雷达，予人看到咱的宜兰县。果然是民主的圣地，让人看到咱台湾果然不一样。让全世界要支持嘛，支持较会累；让全台湾要尊敬嘛，尊敬较有价值。在五十五天后，让全世界看台湾，让全台湾看宜兰。感谢你，努力，谢谢大家。